迄个所在设有户籍，并有住伫迄个所在的属性。啊，这个部分啊，啊，规定时间，大家这个部分甲各位报告者，啥物叫做规定时间？依照目前这个规定就是安尼，未来当进入到扩大征收的时阵，你还要进入扩大征收进程，有一个叫做协议架构。协议架构来讲，政府会出面来甲各位讲，各位恁的厝是毋是单直接给我征收，我补你偌济钱，好唔好？啊，你若讲唔好，啊，你讲唔好，啊唔好，我就直接进入征收咯。啊，你若讲好，我们就协议架构，啊，就架构完了，那就我就钱给你啊，政府就把钱给你。那这个并有涉及并有进驻的事实，规定时间是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协议架构那个时间往前推六个月。协议架构之前往前推六个月，你要有在那个地方涉及并有居住的事实。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，每一个门牌号码可以发给90万的房屋补助费，好、哦，但是呢，这个部分呢，啊，这个部分呢，啊，是必须要合法的，合法的才有这个。你能够啊，我就给你起一间地当住。哎，我这个时阵，安尼都要去到协议架构，都要去真久的时间的嘛。因为协议架构要到明年啊，有可能到明年啊去挂单。我年底拄啊好，甲第一块地地当甲起起的，后盖当吼要到10万，歹势啦，合法的较有啦，啊，起起的地当无啦，哦。然后如果说你的厝呢，啊，你的厝唔是全部迄种价格，虽然合法。嘛，挂协议架构前六个月有设计，佮有抓伫这个所在属性，但是你的厝并无全部被拆掉，那这是变哪？好，这时阵啊，依照拆除的面积的比率，依照你拆偌济，你就讲你的厝是吼100平，啊，我拆掉50平，那拆掉50平，我50%呐，多你偌济？90万除以2，哦，45万，那这个标准就是安尼。第二种呢？房屋的租金的补助费，啊，补助费来这边就是讲，你的厝来这边，好、哦，必须要全部补贴，然后呢，是你跟厝啥物人咧住，建物所有权人的啥物人，的某，啊是安那，伊的后生、二等亲之类的吼，旁系亲属，啊，就是讲标准就是讲，唔是你本人住伫遮啦。是你的后生住伫这个所在，但是呢，厝必须要全部贴，无当因小讲。你哋吼，协议架构前六个月、六个月来这边，你有涉及跟居住的事实，然后在这种情形下，吼、哦，这个条件交到具备这个条件，甲符合你的对方，安尼无问题了。你每一个门牌号码会当发偌济？会当发48万，吼、哦。啊，如果同一个户籍啦，吼，一定有领一个啊，啊，歹势就袂当去领一个啊啦。所以这个是讲你个人领，吼，你个人伫这个所在来当领，但是你的后生伫另外一户厝内底面会当领，你啊拢同一户，真歹势吼。头前90万领了，后壁面就无48万的啊，吼，这个部分甲各位报告者，来。搬掉，刚才你那嘿，哎，那你叫搬家公司搬一搬，没有，政府这个部分有规定啊，你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这边设有户籍跟有居住的事实，不过大体的时候来赶快来条件，可惜呐，协议架构前六个月你有涉及有居住的事实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哦，因为你比征收而全部的建物都必须要比拆除，那这种情形下。依法的标准啊，啊，新台票啊，98000，啊，98000，啊，大家嘛要28000，看是28000，不是你讲的吼，嘛不是我讲的，为什么？依照着你到底住伫遐几个人，像我为人一个人，但是独身啊，一个人住伫迄个所在，那有可能就是九万啦。但是呢，搞不好恁家是五个啦，啊，相关的啊，会当吼领到28万，那、啊、这是人口迁移费。另外一种叫做特别的救助金，
我拜托人民的好心一个，尽量通行大啊，这种的去继续顶当落去，我头壳戆啊，感谢谢谢阿弥陀佛。啊，特别救助金的讲啥物？因为你的征收、你的土地、你的厝被全部拆除，你的厝被全部拆除的情形下，结果呢，你是建不收管理，结果你是啥物？因为你是中低收入户。啊，中低收入户即卖人有当时啊认定吼较好认定，但我搁另外一种就是安那，有确实你即个所在生活困苦，啊，啊，经查。啊，这事实是谁来认定？可以跟各位报告啦。如果是以营建署、基地机关的标准，很简单。你要的是安尼地有关机关，就是安好为民服务的。安大部分领导、领导啥物，可能安基地机关、机关会透过这个单位来证明讲有影，伊实在是生活困苦。哦，因为有的人因为实际上讲来讲，名下因囝吼，用因因囝用因老爸的名，甲适当公司做董事长，结果因囝都要插伊，结果伊家一个人伫遮咧生活，结果生活了真正困苦，因囝无要趁着钱，也无要提钱倒来分老爸生活，啊，这事实啊，但是这种的悲心中低收入户亲袂过，为啥物？因为是公司的负责人，认真讲是董事长呢，但是食饭困难呢。啊，这种的呐，那假使经过有安尼民意代表包括条安尼吼，父母官、里长、领导来提起来证明讲，事实上伊是生活困苦的情形下，这种的那这个部分安尼一个特别的救助金，那这个救助金赶快吼，你必须要有设立这个所在，你嘛要爱住伫这个所在，爱伫合理价格六个月前，那这个部分会当发偌济？发120,000。24,000，啊，这个部分的标准啊，并不是，我讲120,000就120,000，啊，这个部分啊，机关也来做认定，这个部分也可以报告。那至于呢，啊，有一个安置计划，那这个安置计划就延续呢，它早期，在民国80几年的时阵，88年左右，啊，那个所在有一个安置国宅，安置住宅哈，我还记得在太祖庙的边啊，吼，一个安置住宅，那这个，这一次。还是要做一个安置住宅，那安置住宅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地方哈、哦，这个地方就包含什么？新民街是不是？哦，这条新民街，哎，灯辉大道在哪边？哦，这条灯辉大道，啊，这个就是旧的开发区里面一期二期的开发区里面，哦，那呢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呢，承购的住宅的部分呢，它有两个条件哈、哦，基本上应该有一些条件哈。哦因为征收和你的厝去用拆掉，那征收和厝用拆掉分做两种状况，一种叫做合法的，一种叫做非合法的，非合法一个叫合法。那整个安置的计划过程当中呢、啊，这个部分甲各位报告，合法的买当申请，非合法的买当申请，但是呢。申请因为唔知数量偌济，那假使讲按即卖起600户，合法的500户，那合法的500户优先安置，得当先来优先配当吼，这大人吼，这先来抽头啊，抽了再佫出100户，那100户那些非合法的，有非合法的，也许申请只有200人申请，但是我们剩下100户而已。那100户要怎么办？就是这200个人，200户来申请，那100户就是大家来抽签。哦，这个在保障合法，但是呢，也必须要兼顾到一些非合法，因为你的房子被全部拆掉啊啊！但是呢，你不要讲说，哎，外房屋哦有被拆呀、啊，但是呢，你只有被拆到一个角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拆到一个角，你还可以说、哦、继续用啊。对对，所以没有什么关系，那个就留下来，你就继续住那里，没有关系。那如果你的房子全部用拆掉的时候，还是说合法的归合法的，公众用拆掉的时候，这个部分啊，按你来做一个安置哈、哦。那赶快啦，好、哦，这个条件赶快。那新建的位置在这个地方，赶快做些报告。按照我念点水。
心的部分的改变啊，包括地价税在征收的阶段内底，因为无在了办理耕作，所以地价税转变。然后呢，扩大征收啊，办理了后，对开发资金吼，地价税减半征收两年吼、哦，开发完成的时候，开发完成的时阵，那开发完成，什么叫做开发完成？不是交予你土地叫做开发完成，开发完成就是必须要等到机关注册，上一家税管处。一个叫做开发完成，从庄一个税管处开始，两当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开发金完成至地价税减半征收两年，那土地征杂税，那土地征杂税呢，比征收的土地并无征杂税的问题。那假设你啊等于地价在第一遍移转的时阵，啊假设产生着征杂税，那这个征杂税当减征40%，这是法律规定。这个3500的吼，领取现金补偿的，包括吼3500的租用，就讲你的土地内底面有3500，你必须要1/3来补偿给3500的新租户，哦，这是法定的规定。而且新租户袂使，3500的新租户袂当讲啊，我三分之一，我要来领土地，哦，这袂使，有法定的规定，当然的。啊，你啊，假如讲啊，你要叫我，嘿，我也无钱啊，我即马无现金，当无这个吼。新租户啊，我这边安那啊，不要紧，我你着讲用建署申请的时阵讲，我三分之一要领土地，我三分之一你甲用现金，到时阵我直接付3500就会使起来啊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啊。那至于他项权利的部分，就讲你在这边的土地，你啊假设有银行，就讲包括银行有设定，啊你银行设定的时阵参加扩大征收，一般哪有一个多销证明，就讲啊我自行有银行啊变多销证明，好同款的问题。啊，我即卖无遐侪钱通存银行啊，最近拄啊甲打建厂尔。啊，你变呐，要紧你甲银行讲好，叫伊出一个多销证明，后壁面佫出一张叫做。好，这他项吼，这他项权利部分哦，转载直接转载。如果后日你配了土地了后，后日要登记的时阵，地政署要登记的时阵，直接把银行的设定直接把它下去就好啊，好，就是直接转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看看下面。那3500的吼，因为必须要取得补偿费1/3吼，这要有一张证明，变证明书吼，因为你有证明书，才能证明讲你一定3500。哦，三分之一，你已经补偿给伊啊！吼、哦，来看下面。好，我们请各位看看议定工作的进度。但是呢，这个进度因为有好多单位要配合，我们只能讲议定，无确实一定安尼。因为呢，因为征收的工作有足侪物件，必须要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拢总配合，所以呢，这个流程非常的冗长。而且呢，啊，备些，尤其是讲，按即摆内底面，按内底现阶段有真多的工厂，嘛有真多的社区，像凡尔赛吧，那也是一个社区。那到底这到底是以后要安怎处理？现阶段拢要搁伫吼，要搁伫思考的吼，唔知影讲这个部分到底有人想要留咧，有人想要拆去，那这问题真复杂。所以呢，我单单甲各位讲。啊，办理扩大征收公告新领地价的时间呐，依据呐是1903年的六月，但是呢，所有的下一切拢有可能往前，也有可能列为往后都有可能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跟机关呐、啊、都会在这个部分呐、啊、更加的努力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必须甲各位报告哈，到31号8月30的时阵哈，本来逐礼拜拜二拜四吼，伫安尼即个业主的办公室吼，业主办公室吼，在这个地方吼，从这地方进来，是这里吧？好，在业主办公室呢，会甲各位提供服务，但是甲各位报告吼，因为9月开始，即、这个服务的提供就毋是伫业主办公室啊，然后我们从8月31号以后呢。要请各位哈，这个每一个里都在这个地方，请各位呢把它记下来。那边还有一张大张的哦简报哦，这个地方也有一张。等一下如果有空去那边把它记下来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的是什么新人里领导，您的土地是新人里的，新人里的高位车啦，你新人活动中心呐 啊这个所在呢会当。安尼机关，甲着我的公司有派人伫迄个所在做现场的服务。就是讲，你啊，假设有啥物款的问题，拢会来迄个所在，
金岛。那像到啊皮岛里啦，高位底下的和你皮岛里的活动中心啊，皮岛里十四号。那各位，如果你看到了，你认为你有需要的，你有需要的，麻烦你因为这个部分无阁继续，无阁通知咱土地所有官员咯。所以啊，假设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都有土地，但今仔无过来，啊，看到这个情形，当然不是讲新人里的，就一定爱当新人里啦。新人里嘛，当伊吼义山里嘛，当伊北新里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告诉你，这些时间在这一个月里面都在这个地方，每个礼拜二、礼拜四都有服务。那请各位呢把它记录下来。啊，第二样啦，就讲包括都市计划意见，还是讲普大征收意愿的调查表吼，这个调查表足重要。但是我发觉咱的土地所有权人，大家人拢安那，唔知是即卖时代发达，还是吼，叫你去寄回好像足困难的吼。意见调查回来的比例不是很高，吼，它是得20%，好，大概只有20%左右。哦，20%左右，所以呢，啊，假设哈，你的意见哈，嘿，啊，有查来现场交阮现场的人员嘛，不要紧，因为你的意见就是机关未来常客的要项哈，这个部分好各位了解。那假使讲你后壁面的土地登记啦，有然后寄批给你，从即卖开始机关的寄真济批给你，一定定寄给你。那假设你的住址有变更啊，拜托较紧到淡水地政事务所啊，把你的户籍的这个部分的地址啦，做一个变更，我较会当把批寄到你的手里，以免着影响着你的权利。以上呢，啊，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吼，就所有的孵化征收到这个所在，甲各位，等下有时间要问问题，嘛会当私人的问题，嘛会当直接来找阮个人来问就会使，吼，注意较大的问题，较当这个所在吼，来问阿这个吼，这个机关就会使。以上报告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以上吼是咱今仔日吼关于这个环境影响评估吼。